起水泡、膝盖痛、肌肉拉伤、足底筋膜炎，还有疲劳性骨折，你有这些疼痛吗？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解析这五个常见的运动伤害到底该怎么解决吧。OK， 第一个我们要聊的就是起水泡，很常在跑者当中常听到初学者可能会有起水泡的问题。那通常起水泡呢，可能都是你的鞋子的选择上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导致你在跑步当中到后段可能会有一些起水泡的状况产生。那到底该怎么选择一双适合你的跑鞋，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建议大家，如果你把鞋子穿到你的脚当中啊，你的选择尽量可以把你的脚顶到最后跟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摸摸看你前面的位置啊，有没有空间。如果你直接按到你的脚趾头，可能就会是有点太紧的状况。那另外一个方式，你也可以把你的脚顶到最前面，再把你的手指头插到你的脚跟，两种方式都可以检查。建议啊，至少前后大概还有一个1公分的差距，这样你在持续运动当中啊，到后段可能脚啊会有一些血液比较不循环、肿胀的情况的时候，还有一些空间啊，可以让你的脚在鞋子当中有一个足够伸展的状态，比较不会有这些起水泡的问题产生哦。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跑步当中常看到的膝盖痛。那到底为什么会膝盖痛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通常常见的膝盖痛啊，可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跑步当中的姿势可能有点错误，可能会有点小腿前伸太多，导致你在落地的这个位置啊，会让膝盖直接受到这些跑步的冲击，那这是第一个可能会造成膝盖痛的原因。如果没看过，可以参考这支影片。那第二个可能呢，可能是你在跑步移动过程当中啊，你的肌肉强度不够强壮，所以你在跑步的后段可能会有一些大腿肌肉已经 hold 不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可能就会有一些代偿产生。那这样的状态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膝盖正下方半月软骨的地方会有一些冲击性的伤痛，可能就会在你跑步到后段的时候觉得膝盖一直痛痛，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状态。最后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像这样的膝盖疼痛的问题出现啊，可以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跑步姿势出了问题。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你的大腿肌肉不够强壮，导致你在后段的时候可能因为肌肉已经没力，那这个时候膝盖就有一些代偿的状况产生。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肌肉拉伤。但肌肉拉伤通常比较好发在于一些速度型的冲刺，或者是像比较冲撞型的篮球啊，会有那种瞬间冲刺的爆发型运动项目比较常见。但我们在跑这种比较长距离的马拉松啊，或是一些有氧耐力训练的时候，比较难会有肌肉拉伤的这种状况产生。那通常肌肉拉伤的状态啊，可能是你在运动当下突然太过用力，会有那种啪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你有一些轻微的运动拉伤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些局部的冰敷，把你受伤的这个拉伤疼痛的位置啊，先做冰敷的状态，让它稍微消炎。但建议大家尽量在已经确定有拉伤之后，不要再做过度的伸展，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你拉伤的地方受伤的更严重。会建议大家先做局部的冰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哦。那下一个要分享的呢，就是疲劳性骨折，或是叫做疲劳性的骨膜炎。那通常这样的状态比较多发生在于一些已经训练一段时间、训练量比较大的这些跑者身上。那通常这样的运动伤害呢，就是因为你的训练量比较大，那可能你的小腿空间比较不足的情况，导致你的脚前侧这个胫骨的位置啊，会有一些疼痛感出现。那要该怎么检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你可以把脚抬起来，轻轻的敲敲看你的胫骨，会不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如果你的胫骨已经有这种疼痛感发生，那可能你已经有一点点轻微的这个骨膜炎，甚至已经快接近像疲劳性骨折这样的状态。那骨膜炎跟疲劳性骨折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其实啊，它就是你的肌肉太紧绷的情况下，导致你的胫骨这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在着地的地方让小腿去帮忙做分担的这个减震。那通常让冲击太久在胫骨上面了之后，就可能会有像这样疼痛的情况出现。所以要该怎么解决呢？建议大家就是在每一次训练之后啊，让你的小腿肌有一个很好的放松。那通常对于小腿有一些妥善的放松之后，就可以减少疲劳性骨折的发生哦。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足底筋膜炎。那足底筋膜炎呢，也是蛮常在一些不管是初学者或是进阶跑者可能都遇到的状况。那什么是足底筋膜炎呢？通常就是你的脚啊，在下床的这一刻踩到地板上会很像电到这种很痛的感觉，那可能你就在足底的地方就已经有一些发炎的反应产生。那如果你已经在下床有这样的状态呢，就建议你要稍微的去评估一下，会不会是你的足底的这些筋膜太紧绷，甚至是小腿的空间不足，导致你的脚在落地的时候会有这样很刺痛的感觉出现。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放松呢，可以参考我们这支影片，我们之前也有教过大家怎么样放松你的足底筋膜炎哦。那建议大家要怎么针对足底筋膜炎去改善呢？通常在跑姿的影响上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跑步的动作上啊，可以减少你的脚跟落地，可以让你更接近在你的身体重心正下方去着地的话，像这样的情况可以大幅的减少你可能会有足底筋膜炎的状况产生。
好了，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五个常见在跑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运动伤害。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呢，建议大家可以针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点去稍微做一下修正，可能可以避免这些运动伤害产生哦。那如果你对于跑步训练啊有更想进一步的认识的话，也欢迎点选下方的资讯连结，我们 DHRC 的跑团有更多专业的跑步知识在下面分享给大家，欢迎你的加入，我们下一集见，拜拜。太后，跑步还有五分钟吗 ？OK。哈哈哈哈，可以了，嗨一点，嗨一点啊。